由汽商竞赞奖励员工送宝马。宝马是很多人的 dream car， 但打工仔未必个个买得起呀。不过帮他打工可能不用钱送给你。内地游戏业发展蓬勃，不少公司赚到盆满钵满。广州这间游戏公司的老细日前在微博大晒拍在公司楼下排宝马阵，有员工说是送给五个优秀员工的，还有100部 iPhone 5、20部 iPad mini 和6部 Mac 机，给整班伙计大抽奖。咁锡住班手下员工做起嘢上嚟，自然都搏杀啲啦。除咗呢间，北京、厦门、苏州都有写 game 嘅公司，系咁送名贵房车俾员工，绝冇手软噶。反映老板都好重视业内嘅人才。香港嘅 boss 们，你哋识做啦。